才华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看阿库玛也把气爆掉，出隐藏，出隐藏，隐藏杀没有，现在是压王百合人回掏一下，直接确认一个近身战动腿，刚才打 counter 了，打出红字破招成功，刚才压王打出了一套漂亮的 BC 爆气，直接取消出来自己的柴华，你还记得这招柴华吗？给压王点个赞，好吧。这个两千最核心的系统就是咱们刚才看到这个 BC 暴气林啊，两期之后你可以按 BC 来暴气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记住一场高速取消的一个状态了，你可以用必杀技取消必杀技，再取消超必杀技，平常状态你不能连的技能在这个状态下你就可以连，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。牙王用三问，对，牙王用三问，对面用主力啊。好，打到两喷泉吹加之后呢，还有对方的血量，所以说呢也是没有太多了。这个场地很中国，你看到没有？屏幕上方中央有一个拳皇两个字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而且你看到左边 EP 位置的背景上，你可以看到有几个角色都是 SNK 旗下的知名游戏的选手，你可以看到谁？左边这边你看到有林，有李湘飞，还有一个陈先生，饿狼传说里面的角色。右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谁呀、啊、好，金甲潘，不是金甲潘，这个草剃已经没有血了，大家可以关注下二 P 位置有谁。零二的彩蛋是最多的，是小草空中跳 CD 之后确认跟奈洛洛啊，嘻，简直了，太快了，到底是阿匡瓦的看家王牌啊，派生出来的这种龙，这个板崎百合板秋丽啊，可以说是鸭王的零二的一个主力角色，运气还是不错的。而且板崎百合在零二里面的话，说实话他也是算得上一个属性比较强力的一个妹子。看到了红符，这里康特确认冲王角其实有点草率了，再次派成出众兽龙。我们看这边的话，牙王跟猴子在板边展开了一场博弈，那现在回撤，猴子现在一气，牙王有三气在手，哎呦我去，续气反的飞叶霸王拳，我拳那现在同时爆了 BC 草杀对空，我去，就知道你在这里，漂亮呀，百裂掌击直接打的他妈都认不出来，现在鸭王是3-0，你猜对了吗？太帅了，是不是很爽？左边是红虎，对，刚才鸭王用自己的超杀来破对方的隐藏超杀，刚好对方猴子穿到他头顶了，这一波鸭王随机的首发是麦竹啊，还有一个金甲镇元斋，加上一个猴子，他也有猴啊。好，恐怕现在说实话，零二对于他来讲，大家看出来，跟他玩零二跟玩两千完全是两个等级了。八这里最好破猴子超杀。相比较两千而言啊，库玛零二的库拉用的还是比较到位的，只是碰到的对手这边是非常擅长零二的亚王。国内玩零二最好的还是小孩跟亚王，他们两个玩零二玩的最好的。欢迎一言炎火啊，是不是念一言炎火，朋友念的不对啊，请多指教。
欢迎剑侠逍遥是慧人。抢八的，抢八的，这是场抢八的，谁先拿到八分，谁就获得比赛胜利了。路过的朋友给主播可以点个关注，好吧？也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小黄信啊，可以加个团啊。今天晚上啊，库马跟鸭王来进行一场抢八的比赛。目前啊，咱们的鸭王拿到了对方的三分了，谁先拿到八，谁就获得了比赛胜利了。猴子不行了吗？鸭王，一定要拿下他！欢迎黑马，欢迎一只小胖子，晚上好。完了，你看这里鸭王就是想凹一个隐藏超杀，但是阿夸没有给他机会啊！小伙伴，咱来做一个预言啊，阿夸没有被剃头啊。零二蛮好玩，刚打完一把电脑就跳到这个了，七次。那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点个关注，给主播啊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。想在家里玩到这个游戏的朋友，想怀旧啊、找找情怀的朋友，你可以点开直播间下方的购物车啊，小黄车，头条西瓜，点开下方的购物袋，拍一下咱们一号、二号链接都可以啊，随便哪两个都可以，都可以让你在电视上玩到咱们的街机游戏。詹天成跟焦振权玩的，他们玩的那个是什么？他们玩的是那个改版的啊，改版的《风云再起》啊。小一号链接、二号链接里面都带那个《风云再起》的，零二《风云再起》的，还有九八的都带了。想玩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一下。小时候 A B C 排下面 ，C 第一排上面，现在按键都改了，不适应啊。一号宝贝它可以自己自定义键位的，可以根据你的习惯来定义键位啊，你想哪个键是 A， 你可以改，自己改，改完之后你保存一下就好了，很简单啊，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。你想你小时候到现在都隔了多少年了，对不对？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。原来是 ABC 得上 D 在家，对吧？对，它现在这个机器好处，你是可以自己来定义键位的，你跟自己来自定义键位的，而且你可以设置快捷键 AB 啊 CD 这种快捷键。又出隐藏了，哇，这个隐藏出的跟没出没什么区别，草杀相杀一波，结果还是干不过鸭王。